一二三四，来个四格吧，拜托，来个四格吧，有没有四格？他好像没有四格，对不对？或者是扣钱有？为什么？哟哟哟！我想说，你这样就可以踩到惊叹号了，多好啊！拜托，来个两格好不好？来个两格，两格。要爆炸啦！要爆炸啦！要爆炸啦！再见啦！再见啦！哟吼！嗨，我是树枝，今天是欢乐礼拜六，让树枝陪你玩超级马里奥派对啦。历经我们上个礼拜，有没有还是很顺利的拿到第一名了？就算换了一个角色，我还是依然的厉害嘛！好了好了好了，都是我自己在说，都是我自己在说，但是没关系嘛，反正有赢有算数，对不对？好了好了好了，那么一样会稍微把我们的影片拉长一点点，就是玩我们的超级马里奥派对了。来，准备 go go！ 啊，是说啦，对对对对对。之前我都一直把这个黑猴叫做猴黑啊，还被观众纠正。哎呀，真的是，不过就没关系啦。你黑猴跟猴黑，我觉得都是蛮顺利的吧，没差啦，没差啦。反正我一样是选择他，没错，我们这四个礼拜大概都是以他为主吧。OK， 哇哇哦，黑猴，我不知道我改不改得过来耶。来哦，来哦，来哦，今天要选择哪个伙伴呢？当然是一样的，极强吧。来 ，Go Go。这一次的派对也非常精彩多姿。来，我们一样是我们的经典派对，不过这一次要玩的是炸弹危险的矿山。少一个王啊，炸弹王的危险矿山。来，一样是十个回合，大概约60分钟。来哦，来哦，我们 Go Go 开始啦。我又回到了这个世界啦。这次参与的是黑猴，还有什么？我不是很记得他们的名字，不过就来继续吧。上次好像有很多地方其实没有玩到哎。总之这次我也必须拿第一。来，各位冒险者，欢迎参加这一次危险的充满危险的地区呢。对，请问你是第一次来这边吗？不算吧。来，不过我上次好像没有听他说话，来，我们这次听一下吧。来，这里是非常危险的矿山，究竟里面会是什么样的地方呢？说不定会有一个扯了你后腿的炸弹兵，又或者是中央有一个矿山的主人炸弹王在等着各位呢。啊，谁敢来这座矿山？你真是胆大包天啊！那么当倒数计时归零的时候，就会发生非常恐怖的事情哦。要说明白一点的话，就是发生大爆炸了。OK， 看来真的是很危险啊。来，似乎会变成一场非常危险的冒险啊。对了对了，大家想要听规则吗？不听了，我们已经听过很多次了。那么先用骰子来决定先后的顺序吧。来，出个毫无数字。二啊，我难得是最后一位耶。第一个是铁锤兄弟，第二个是瓦利欧，第三个是碧姬公主。当然最后一个是我们的黑猴啦。哇哇哇，黑猴黑猴。来，一开始先送我们各位5块金币，感谢你啊，奇诺比奥。那么掌握最关键的第一颗行星在哪里呢？在这里哦。其实还蛮远的耶，我觉得我的黑猴应该是没有那么顺利可以拿得到，毕竟我的骰子是444440。哎呀，来，请收集好金币过来这边哦。来啊，来来来，在这之前，谁会收集到最多的星星呢？热血的冒险即将开始啦！哦耶！第一回合，由铁锤兄弟领先开始啦。他使用了一般的骰子，用球敲出一点，很好，这样子可以得到3块钱。哎呦，感觉还蛮厉害的哦。来，第二个瓦利欧即将开始他的行动，他拿出了他的特殊骰子。他的特殊骰子是什么？哇，六点啊！3、2、1呀，这么快就倒数了！来，第三位碧姬公主开始她的行动，她拿出了她的特殊骰子。哦，哇哦，骰出多！
零点，哎呀，我只希望我不要也幸灾乐祸，等一下也甩出零点就好笑了。来，四四四四零，哎，来啊，来个好数字，来个四吧，嘿，哈哈哈哈，有没有？我一说就中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五分之一的机会。哎呀，一个不小心又开始倒数了呢。哎呦，还有三点哦，大家要小心一点，小心一点啊！哎呦，看来是一个四人的小游戏，小游戏会是什么东西呢？避开刺毛怪。啊哈哈哈，反正就是用我们的体感操纵，操纵不要碰到他们就对了吧 ？OK， 来开始。我是黄色的机子哦，不要看错啦。OK， 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呜呼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OK 啦，安全，安全第一，安全第一。哇，我觉得他们这一场的人很强哦。呜呼，呜呼，啊啊啊啊啊！哎，这场的那个成员都很厉害呢。哇哇哇哇哇哇！我觉得很厉害呢，不是这么好跟他们拼敌呢。来，小心小心！哎，没事没事，哈哈，一次都没有受过伤呢、啊，我超强啊 ！I'm winner， 嘿吼 ，yeah！ 哈哈哈，想跟我拼啊？没那么容易，没那么容易。哼哼，八块钱先到手了。目前由我领军第一名 ，yes！ 哼哼哼哼 ，oh yeah！ 来，第二回合。铁锤兄弟开始他的行动了。来，首先他拿出一般的骰子，为什么不用他自己的呢？骰出了哇六点，哇塞，你们都很厉害呢，还撞我。他宁愿拿一个道具哦，毒蘑菇。捡对手的骰子两个，你想要做什么呢？瓦利欧开始他的行动了，不知道他会骰到什么数字呢？六。他塞出了二，哦，他要往哪一个？哦，幸运格，幸运格会塞出什么东西呢？烂一点东西，烂一点东西。一个对手，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是我？哎，可恶！贝吉公主开始她的行动了，她拿出她的特殊骰子，不知道会塞到多少，好期待啊！再来一个零，不，好了，是六啊。我想说再塞一个零啊，也很好啊。又是金蛋号，哇塞，已经变二了耶！完了完了完了，我觉得有点紧张。哈啊啊，好像会扣一半的钱的样子吧？来来来，我们的骰子，来骰出个好数字吧！哎，来个四！我靠，不是吧？哎，六分之一的几率，那个零也太高了吧？我的天！四人小游戏会是什么呢？接住爆米花，哎，这个感觉也还不错。来，反正就是接爆米花就对了吧？想办法妨碍他人接住好吃的爆米花。来来来来来来，爆米花来啦！我的，不能跟我抢，不要跟我抢！哎，我的爆米花，我的爆米花，有了有了有了！哎，小心小心！我的！哎，我的！哎，爆米花！我的！耶！爆米花，我的！耶！又有爆米花！来，多一点给我，多一点！呜呼！我最懂吗 ？Yes！ 十七！啊啊啊！爆米花天才啊，而且还破新纪录了 ！Yes！ 啊啊啊！哎呦！哎呦，不错呢，我觉得今天很棒哦，是不是？我又占据了第一名了。哎呀，可是如果我不再前进的话，真的就危险了。糟糕，不要再有人踩到金蛋号了，拜托，拜托，拜托你不要踩到六，一二三四五，不要踩到五哦，一还好，一还好，幸运格，幸运格，哦。很危险的，你们一个人获得三块钱币，哎呦，不错哦，你变成第一名了 ，OK， 给你第一名了，重点是要拿星星嘛。他拿出了特殊骰子，塞扣钱六点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哎呀，得到三块钱，恭喜你呀、啊！
哎呀，差一点点，我们全部的人都要扣钱了。哎呀，拜托你不要踩到惊叹号哦，拜托哦。塞下去，四一二三四四四四四四四，扣着加钱加钱加钱，还好还好还好。我必须赶快脱离险境啊，这里太危险了，这里真的太危险了。来，塞出个好数字吧。给一个四 ，yes yes yes 啊！当然是从这边走啊，没有人拿星星，为什么我不能领？我不能明白啊！当然是要往上走还是往下走呢？这边会有小心有惊吓格，哎，当然是往上走啦，对不对？这边有那个哎，有道具啊，来，是冲刺蘑菇。为什么他们都不想拿星星吗？我不太能明白哎，小游戏。是四人的小游戏，震动金币沙漠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这个就是看谁拿的金币比较多，然后要感受一下震动感。Start， 哦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一块钱。哦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哦，三块钱，怎么这么少？哎，怎么都没有钱？哦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一块钱，为什么？哦，这里，这里，哦，九块钱，哈哈哈哈！哎，铁锤兄弟，你很过分哎！这里，这里，拜托，我只有十一块，那个坏利欧已经十六块了，可恶，我加的钱好少哦。十一块而已，那个十六块，我瞬间掉第二名，没有，我没有掉名次啊，可恶！不过他们距离星星的位置还是有点远哎。铁锤兄弟开始他的行动了，他拿出是什么呢？哎呦，毒蘑菇，你想要害谁啊？哈哈哈，坏利欧啊！我看你们最好还是都小心一点啊。还好我不是第一名。啊，不然我等一下就要被陷害了。哇吼！他甩出了五，一二三四五，这是什么？哦呦，是道具格，又是一个毒蘑菇。哎呀！耶！一二三四，来个四格吧，拜托，来个四格吧。有没有四格？他好像没有四格，对不对？或者是扣钱有？为什么？哎，呦呦呦！哎！啊！我想说，你这样就可以踩到惊叹号了，多好啊！拜托，来个两格好不好？来个两格，两格！要爆炸啦！要爆炸啦！要爆炸啦！再见啦！再见啦！哎呀，可怜啊，可怜啊！扣一半的钱，可怜哦。来，继续。就说这边很危险的嘛，哈、啊。不听老的言，吃亏在眼前。啊，我有道具可以用了，要马上使用看看吗？不，我先看个地图啊。他会跟我简单的讲解一下，我们的地图中间是一个绕圈的，然后旁边有两条路，可以分为上跟下。啊，好，上面可以绕个圈，下面也可以绕个圈，这边也可以回转。然后下面可以走，总之利用这个可以互相到对方的点。OK， 来我看看啊，哦，来我们把画面拉近，我们要走的是有几个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基本上如果我踩到四的话呢，我就是可以过了。然后呢，这边还有五跟六。我觉得呢，等一下，七、八、九。我想想看，我们的冲刺骰子是可以加5嘛？五加四是9，所以基本上是可以不用太担心我们会骰到10这个问题的。OK， 那当然啊，何不呢？来，我们的道具用起来。冲刺蘑菇它会帮我点数加10，不加5。来了，出一个好数字。来，给我一个四 ，yes， 加起来9，跟我预料中的一模一样。我看看呢、啊，要买什么呢？再来一个冲刺蘑菇，很好，
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我们的步数非常的稳定啊，哈哈哈哈，一路上辛苦了，来，信心交给我吧，也谢谢你。哎，没想到我这场居然是第一个拿到星星的耶，真是让我意外。You got the star, oh yeah, oh wow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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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ow, yeah, 爽快爽快，赢过大家的感觉就是特别的好啊。下一个星星位置会在哪里呢？哎呀，在下面呢，哇，这样子我要绕过去有一点点点的距离，但是没关系啦，慢慢来就好了。人家说慢慢来比较快嘛，对不对？很好，很好，我继续行动。喂，四、三、二、一 ，OK， 再得到三块钱，太棒了！来来来来，玩个小游戏时间，应该是哦 ，EV3 的小游戏呀、啊，会是什么呢？与炸弹羽球，哎，这个游戏是我玩过，哎，不是哦，啊，这个很简单啦，很简单啦，来 ，Go Go， 反正把球打过去就对啦，没有太大的问题。来哦来哦，嘿吼，要努力加油啦！来这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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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队友努力一点啊！加油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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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啊啊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哇塞！加油！可以可以，加油 ！Yes！ 哎呀，十二分 VS 五分呐、啊！哼哼哼哼 ！I am winner！ Ready？ Yeah！ Oh yeah！爽快爽快，哼哼哼，其实蛮轻松的嘛啊！我们拿到了胜利，胜利是属于我们的，当然第一名还是我啦，哈哈哈哈，爽，太爽了，依然是持平的，不错不错。来，铁血兄弟开始他的行动了，来，他拿出了一般的骰子，看来他的目标很明确呢，嗯，四。哎呦，是个好数字，右边右边，果然是不太可能啊。他的目标就是星星，他能扳回一城的地方就是拿星星，没有错啦。来，他拿出了他的特殊骰子，嗯，塞出多少个呢？哎呀，我觉得今天坏利欧的运气真的是特别好，哎，全部都是六。哦，来，碧姬公主开始她的行动了，嗯。拿出了他的特殊骰子，会塞出多少呢？哎呀，是四哎，是个好数字吗？哎呀，也不错，也不错。看来大家下一个目标全部都是哦，不会吧？隐藏装怪，哎哎，哦哟，运气没有很好，不过他应该也是拿到不少钱，五块钱也是不错，真好哎，隐藏装怪呢，真的是不时会出现。来，哎，我们有道具吗？我来先看看我们的地图啊，来地图。放近看哈，我们一格两格，我们必须要从这边走三格四五六七八九，如果是从骰到九格的话就可以到这边了，那如果我骰到四格的话我们会到哪里？四格会到这边，然后目前的倒数是五，所以我觉得我骰四也算是保险中的保险吧。来，那我们就先不要用道具，来一般的骰子，哇哦，来一个好数字四，不错不错不错。来，这里是做什么的呢？你可以来到这里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可以把你的对手的钱或者是星星拿过来。我们没有看到有谁有星星啊。来，免费的金币，当然是从坏利优啊，他身上这么多的钱呢。谢谢，麻烦你了，多给一点钱啊，来个20块之类的。哦，哈哈哈哈，9块钱呢，哎，还不错啦，还不错啦。感谢你，这样子我的钱又是里面最多的，对不对？哎呀，谢谢！哎，不是耶，坏流还是最多。哇哦，事件格，来倒数，我要让这个整个战斗变得更加的刺激。来，小游戏，看来又是四人的小游戏呢。来 ，Go Go， 震动猜一猜，
这是要玩什么的呢？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来，这个不用管了吧？我这个超强，对不对？如果拉差就完了。Start， 伊卡，来第一个回合。一声，一声，但是长长的，它的那个时间长短比较长。哦，这个是两声，这样子很清楚了吧？来哦，哦，很明显了，就是你了。完了 ，Yes。哇塞，那个铁锤兄弟速度很快很快呢，我跟他差没有到零点几秒，但是没关系，来哦来哦，第二回合，嗯，这个时间很长，好了，我知道了，是时间最长的那个。中间这个，哇塞，碧姬公主也很强呢，这应该很明显了，很明显了。耶、yeah, ，我目前十分，我目前十分，好、哦、好好，继续努力，继续加油，最后一刻也不能松懈，来，最终回合，嗯，很长很长，哦，稍微短一点点。哦，这个力道比较大。来，哦，我中间这个吧，中间这个吧，中间这个吧。Oh no! Oh no! 铁锤兄弟，哇哇，铁锤兄弟五分呢，这样子下跟我同分，完了，铁锤兄弟跟我不是第一名，可惜了，可惜了。哎呦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铁锤兄弟目前只是最后一名嘛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不用太担心啦。我目前还是第一名，太好啦，这样就没问题啦。OK，OK， 来继续下一个回合。铁锤兄弟开始他的行动了。哎呦，哎呦，他又，你跟瓦利欧到底是有什么深仇大恨呐？第二次了耶！哎呀，没关系啦，开心就好，开心就好。来，他会塞出多少呢？哎呀，是五点呐、啊！一二三四五，他会选择星星吗？为什么他不选择星星？我不能明白，完全无法理解。哎，星星在下面呢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瓦利欧开始他的行动，他拿出了他的一般的骰子。哎，他想要走保守路线吗？最高骰多少？哎，骰到了五点，加扣下去了，没有问题，很好，他加了三点，好好好。碧姬公主开始她的行动了，很好，他骰出多少点呢？四点，哎呦，是四个好数字啊！哎呀，我们的情势又要变得更加的紧张了呢。三，啊啊啊！来，我们一样哦。我们因为我们的距离大概都是很好计算的，所以我们就是多看个地图，多看地图。我们如果使用我们的冲刺骰子的话，会是九点。所以我看一下，一二三四。如果我们有用冲刺骰子，我会骰到这里。然后如果是有冲刺骰子的话，就五六七八九，哎，都是好数字哎。我觉得用冲刺骰子好了，离我们的星星比较近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觉得可以，觉得可以。来，道具用起来，用起来。很好，强力的冲刺蘑菇，啊啊啊！来，来个好数字吧，给我一个四 ，yes， 啊啊啊！加起来是九啊，往这边吧，嗯，仍然是个危险区域，这边有金矿的机会，不需要金矿，三二一，当然是这里啦，嘿嘿嘿，三块钱，而且我已经脱离了危险区域呢，太棒了。来，一样是小游戏呀、啊，小游戏时间，小游戏时间，四等小游戏，来个好游戏吧，爬杆赛，有点忘记这怎么玩，好，总之是这样子吧，直握，按住 L 的同时往下推，
上次没有练习到，所以不是很确定。按住，按住，往下按住，往下按住，往下。好，没问题，来加油，努力加油啊！来来来来来来，哎呦，哟吼！来哟，三二一 ，stop！ 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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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努力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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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油加油加油，努力爬努力爬 ，yes。Finish! Oh yeah! I am winner! 我觉得我好厉害啊。很好，我们继续我们的魂物啊。钱钱钱又到手啊。哎呀，八块钱，钱多的感觉真好啊，不觉得吗？我觉得他们的电脑坏掉了吧？为什么他们都不去抢星星？铁锤兄弟开始他的行动了。来，他拿出了他的特殊骰子，不知道会骰出多少点呢、啊？哦，是五点呢。四，他会买什么道具呢？我猜啦，应该是冲刺蘑菇吧。对对对，强力的冲刺蘑菇。他们的脑袋在想什么？我不太清楚呢，毕竟是电脑。哎呦，画一个像了。原本的方向它其实是不太会有炸弹兵会跟随着，不过现在转向之后就会有炸弹兵了。瓦利欧开始他的行动了，他会骰出多少点呢？啊，用力骰！哎呀，为什么他都可以骰到六？二一，要拿星星吗？哎呦，终于有个人想要拿星星了！哇哇哇哇哇，瓦利欧哇瓦利欧，来，骰子塞下去。大家会骰出多少呢？两点。哦，你也要开始抢星星了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还是他们觉得道具比较好？不明白，真的不明白。Yes， 来换我们的黑猴开始啦。我们一样看个地图啊。来，好好计算一下，一格、两格、三格、四格，我可以拿到道具，不过在下一个回合我才能拿到那个耶。我才能拿到星星欸，稍微有点可惜啦，但是我试试看好了。来，塞子，塞出个好数字吧。欸，嗨，零零，啊，也不错啦，三块钱三块钱，星星给他们先拿也是没关系的。来，小游戏，死人的小游戏，哈哈，嗯。脱离什么什么什么的拳击手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哦，就是上下路线绕上下的路线选一条嘛。OK， 这个一切靠运气啦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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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看看我的运气好不好啊？来，首先我们第一个选择下面，你们统统选择上面啊。你们努力加油吧啊！来，我一样选择下面，我一样选择下面。哎呦，失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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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哎呀，来，我这次还是选择下面。Yes， 哈哈哈哈，跟我走就对啦。你们小心一点，我依然是选择下面。哎呀，我失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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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失败！哎呀，我还是选择下面。上面的小心一点呐，有料被淘汰啦。哎呀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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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别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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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！我选择下面。来，没关系，瓦六还是第一个淘汰。哇哈哈、啊！走在前面的人，我还是最厉害的。I am winner。不错不错。噔噔噔。嗯哼哼哼。嗯哼哼哼。哇哇哦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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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来呀！剩下倒数三个回合，目前只有一个人拿到星星呢。来，剩下三个回合，我们来看看现在的名次吧。首先，第一名由我们的黑猴拿到第一名了。第二名是瓦利欧，第三名是碧姬公主，第四名是铁锤兄弟。那么大家都互不相让吗？有吗？有吗？这是一场激烈的比赛呢。那么现在预测一下胜利的人会是谁呢？我们预测的来宾是这一位。哎呀，是球盖姆啊！大家好，我是球盖姆啊。铁锤兄弟应该会逆转胜吧？绝对不，一定会有可能的胜利。
你确定吗？我会把隐藏砖块卡送给被预测到的铁锤兄弟。哇哇，他身上已经有一个隐藏砖块卡了耶！他真的会胜利吗？哎，不对，说不定那个隐藏砖块塔就是可以很有可能拿到星星啦。来，接着就是最后的加速啦。嗯，我们的奖励格可以得到六块金币，不过惩罚格就要小心啦。这是个逆转的好机会，大家要善加利用啊！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怎么气氛不够激昂的样子呢？来，我们把气氛变得更加的热闹起来吧。我懂，卡美克，你是我最痛恨的家伙，在马里奥 3D 世界里面，你让我受尽了苦头啊！不好了，卡美克用魔法把金夏哥变得超强。没错，这个超级金夏哥非常的危险，千万要小心，不要停在上面啊！来，那么这一次无论是欢笑还是泪水，只剩下三个回合了，大家加油！很好，铁锤兄弟开始他的行动了。他拿出了，哎呀，隐藏砖块卡，看看他的运气好不好，能不能筛到星星啊？哎呀，还真的筛到！哇塞，要逆转不是这样子的呀！哎，要逆转不是这样子的呀！说逆转，马上逆转哦！哇哇哇哇哇哇！铁锤兄弟变成第二名了，好猛哦！哟吼，一点也是不错啦！呀，瓦利欧开始他的行动了，他距离星星只有四格哎，我祝他没有甩到六，拜托！不行了，不行了，大家要逆转了！完了完了完了，大家都在逆转了，而且瓦利欧的钱也很多，39块，虽然我现在身上60几块的样子吧。耶个头啦，我目前64块是应该是目前是最高啦，但是我要先确认一下下一个星星在哪里。瓦利欧变成第二名了啊，那、下一个位置，拜托上面，拜托上面。哇，这样子的话，我要绕很大很大一圈才能回来耶。哦，有点辛苦，有点辛苦，但是应该没关系吧？三二一，6块钱。All right， 碧琪公主开始她的行动了，她拿出她的一般的骰子。嗯，甩出六，为什么你们大家都那么六？哦，来道具店想要买些什么呢？他买了毒蘑菇，为什么？可以冲刺，当然是冲刺起来啊！4、3、2、1，哈哈哈哈，6块钱，不错不错。来，总算是轮到我的回合了，来看一个地图啊。往这边走是一格、两格、三格、四格，这边是五格，有点危险。六格、七格、八格，如果我安稳的甩出两个四的话，我可以拿到这一个道具，跟拿到一个同伴格。我觉得还是安稳的甩出四好了。来，我们的骰子，来个好数字吧。1、2、3，来，很好，四出来了。当然要花毛毛商店啦、啊！不，我们要小心金夏格，我们永远踩不到金夏格的，不用太担心。嘿，很好，我们可以偷别人的钱呐、啊！哎呦，不错不错，喵！来继续，会不会是 1v3 小游戏呢？哎呀，不是，是四人小游戏。这次又会是谁呢？香煎骰子牛哦，这个需要稍微练一下哦。来，我们要直播的。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哎，好了，就这样吧。我已经会了，相信我，香煎骰子牛的厉害。我可是马里奥主厨大师呢，最适合煎骰子牛了。来，哎，闪位，哎。哎，耶！
是不是骰子牛大师就是我啦？虽然我没有破我的新纪录，不过我就知道我很厉害。哈哈哈哈，你们继续加油，继续努力，已经见到了28分钟了，28秒了，30秒了。哈，瓦力欧啊，瓦力欧，想跟我拼？你们再去练个10年吧。哈哈哈，是不是我超强啦？继续努力，继续加油啊！虽然我的钱现在爆炸多，72块，好多哦。而且我身上还有个道具耶，剩下最后2个回合了。铁锤兄弟开始他的行动。他拿出了，哦，又是隐藏砖块卡吗？他会这样子逆转胜吗？他会拿到2颗星星吗？我很害怕。啊，2颗星星。Oh no！ 2颗哎，直接逆转了，运气这么好哦？不是这样子的吧？哎，系统，你觉得他会胜利，然后你就把2颗星星都给他，他运气没有这么好的吧？我的天啊！哦，我的老天鹅！啊！奇怪，是我的问题吗？我总觉得我的游戏声音怪怪的。哎呀，是同伴的支援电话哎！Oh no！哎呀，那居然是球怪，不会吧？可恶，你要偷谁的？偷我的吗？不是我的，还好啦。哈哈哈哈，不是偷我的星星就好啦，耶、yeah! ！你们自己去那边平均你们的星星吧。Yes， 哈哈哈哈哈 ，Yes，Yes。哎呀，我超强耶！ Yeah! 好爽哦！现在全部的人都平均1颗星星哎。不过我的钱还是第一个啦。哦，没有更多的星星会有点担心呢、啊。来来来，捡6块钱，又一颗炸弹。来，换我们的后黑即将开始啦！哎，当然是我们有道具就先用道具了，对不对？看谁的钱最多就偷谁的。哎呀，我觉得坏利用你的身上的钱好像很多呢，是不是应该给我呢？对，没有错，给我吧。给我多一点点的钱。哦耶，9块钱，我现在81块了。哇哦哇哦哇，我超有钱，我超有钱。来，来一个好数字，给我一个4。是，我有同伴了，我有同伴了，终于在最后一个回合，同伴格，来一个，谁当我们的伙伴呢？就是现在。哎呀，是库巴 Junior 哎，太好啦，成为我们的伙伴了，没有错，只要成为我们的伙伴，我都会帮你们获胜的，可以的，可以啦 ，Yes， 库巴 Junior 成为了我们的伙伴啦，太棒了吧！来来来来，我们已经到了尾声的阶段了呢。来，四人小游戏。哦，瞄准金币轮盘。哦，反正就是这样子一跳嘛，对不对？反正就是看谁拿的最多。可是如果不小心踩到炸弹的话，那就完蛋了。来来来，努力加油啊！哦，5块钱！哦，2块钱！哦，3块钱！又1块钱！哦，5块钱！哦，1块钱！哦，2块钱！哇，我好多哦，19块耶！哎，我还蛮厉害的吧？19块耶！
19块耶！我现在超有钱，要破百了！哈哈哈，100块！哎，怎么会这么多？最后一个回合啦，要准备开始啦！铁锤兄弟开始他的行动，来，他拿出了他的道具，要准备冲刺了吗？嗯，来，继续加油，继续努力啊！来，拿出了他的特殊骰子。骰出多少点呢？用力骰下去，一点，再加上扣零，这样子总共6点，也算是不错啦。他该不会要偷星星吧？不会是我的吧？为什么是坏利欧的？我不能明白。奇怪了，你跟坏利欧到底有多少有什么深仇大恨啊？我不明白耶。为什么？你到底跟坏利欧结下了什么样的孽缘之类的吗？也不是孽缘啦，到底有什么样深仇大恨？为什么你会想要偷他的星星呢？完了，我要输了吗？我身上有100块啦，不然100块跟你换一颗星星，这样好不好？又一个道具，没有道具可以用的啦，我的天！没关系，继续努力，继续加油。瓦利欧开始他的行动了，来，他拿出了道具，支援电话。你会支援谁呢？我猜是马里欧啦。哎，不是，是罗吉塔，感觉很厉害呢。这样子他就有新的骰子可以用了，大家同心协力的话，肯定可以拿到第一名。不，我觉得你拿不到第一名啦。你现在没有星星的状态呢，可怜呢。他拿出了罗杰塔的骰子，会骰出谁呢？哎呀，骰了2点，罗杰塔帮他骰出了2点，加起来4点，扣钱啦 ！No， 比基公主开始他的行动了，他拿出了道具，恰恰好骰子，不知道他能骰出多少呢？我猜应该是6吧。他要骰多少呢？6点，然后炸弹并没有帮他骰哦。5、4、3、2、1，我以为你要踩金价格，看来是没有。好了，最后一回合就由我开始了。来，我们的骰子增加了，我们可以使用其他人的骰子了。不过呢，我来确定一下哈，我看一下我们的那个库巴 Junior 的骰子是什么样的骰子。111449，哎呦，这个数字也不错。不过骰到一的话也不错，骰到九也好像也不错。来算算看呐，我们的步数一，骰到一就是这里，然后九的话呢，2、3、4，4会有这个金下格，不，有惊叹号。5、6、7、8、9，骰到九也不错。那这边还有没有什么更好的东西呢？8、9，也差不多。那我觉得用库巴 Junior 的骰子好像是个不错的选择哦。来，那我们就返回吧。来，库巴 Junior 的骰子用下去，来一个好数字 ，Yes， 他帮我骰多少？一，加起来是10。完了，我刚刚没有看10呢，我忘记库巴 Junior 的骰子会帮我加一点。上面4会拿到这个东西啊，下面有花毛毛商店，可是花毛毛商店没有用啊。我再查看一下地图，我们还有4点，1、2、3、4。哇，4是惩罚格，上面的4是加钱，加6块钱也是不错。上面这边也是加6块钱，这是最后一个回合，对不对？所以好像没什么关系吧。那我就以防万全好了。来，我们去花毛毛商店多加个6块钱。我知道你没有卖任何东西啦，可惜了，但没关系，有钱都是好事。耶，106块，真是个好数字。哦，就是这里，来，星星来吧。哎呀，你给我这么多钱没有用啊！115块，我真的超有钱，可是我没有星星啊。1v3吗？1v3小游戏，不知道会是什么哎。C 盘飞镖，我这一次一定要好好的努力的获胜。上一次没有成功，真的是好可惜哦。来，我要把我的飞镖全部留下来，等你们全部射完的时候，就是我进攻的时刻了。很好，加油啊！你们两个人努力加油啊！哎呀，好可惜！哎呀，瓦利欧被攻击到了。
好啦，换我行动啦。哎呀，我还有三把签呢，你加油好不好？哎呀，哎呀，我剩下一把了，能不能获胜就是这一把了，可惜啦。失败，让坏利尔独得了。不过他是那只最后一名呢。哎呀，还是有点担心。来来来来，我们终于要准备结算了。哎呀，好了，接下来所有的回合都结束了，接下来我们要宣布结果了。哇，这是紧张刺激的时刻啊！矿山的冒险也结束了呢。嗯，没错，真是令人屏气的战斗呢。嗯，那么胜利的走向会是如何呢？我希望我是可以胜利了。来，接下来公布这一次的奖励。嗯，被选到的人可以获得信心。第一份奖励是小游戏奖，在小游戏获得最多胜利的人，对不对？我记得我好像最多吧，我最多吧，我最多吧，给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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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不是？我是小游戏达人呐、啊！吼，哎，不对，嘿吼。来，第二份的奖励是事件奖，踩最多事件的人吗？哎，我记得我好像踩了蛮多事件的，对不对？停留在事件额上最多次的人可以获得这份奖励，是我，是我，交给我，交给我，交给我。哎，我跟碧姬公主啊，太棒了！那么，终于要宣布最后的优胜者是谁啦？我也好期待哦！铁锤兄弟、瓦利欧、碧姬公主，嘿吼！优胜的胜利者是。是嘿吼啦 ，yes， 哈哈哈哈，是不是我超强啦 ？Congratulation， 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超棒啊！来，我来好好的看一下啊，我们目前就是都拿到了三颗星星。哎呀，碧姬公主可惜了。然后呢？然后呢？我来看看啊。哎呀，我的世界格踩了三次，哇，也是蛮厉害的。来看我们的图表啊。我们的橘色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后面真的是一路反超，一路反超，我觉得真的是超棒的，我超强耶！ Yeah, 哈哈哈！来来来 ，OK， 来结束喽。很好，我们成为了第一名 ，Yes， 爽快！来回往我们的派对广场吧。耶、yeah, ，是不是我们又拿到第一名了？其实我真的觉得我还蛮厉害的呗，这个极强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就拿得到的，不过我又拿到了。耶、yeah, ，超爽快、超愉快的啦，对不对？哈哈哈！哎，我觉得真的很棒哎，没想到我居然又拿到了一个第一名。我觉得黑猴真的是带给我运气的象征哎，虽然他的骰子都是四，有种、好像不是那么吉利，但是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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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虽然说对他来说可能四是带来吉利的象征，不过对我来说，也许就是象征的胜利吧。嗯，我觉得不错，这样子可以让我带来美丽的胜利。哇，这个胜利的滋味超美妙的，对不对？而且又把我的胜率往上拉了一点，感觉真的是太棒了。OK 啦，那我们今天的游戏也差不多在这边告一个尾声了。是啊，那么喜欢我玩游戏系列的影片的话，请务必在下方按赞订阅哦。当然了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区来跟我小小的互动一下。我是主持人，我们下个礼拜超级马里奥派对再见啦，拜。